ロボスケ。ロボスケ。危ない。关于交通规则，水户市政府和水户警察局希望大家合作以下的重要事项。在日本没有交通信号的斑马线，有过路人时必须暂时停车，让过路人优先。大家都喜欢安全过马路的水户市。ロボスケ会いたかったよー。